善立文出席在电视城举行的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宣传活动，向剧组请假多个月的他，事实上是前往内地和刘德华拍摄电影《红毡先生》，两人是相隔32年后再次合作。在接受访问的时候，他激赞刘德华，他真的是一个很专业和很肯帮人的演员咯。我当我前辈，我叫华哥的，其实呢你们没见过华哥的威力，在内地呢你只寫刘德华三个字门口就可以镇宅同埋保平安。提到拍摄过程，他说今次非常惊险。我哋今次好惊险，一路拍一路走。我在深圳是第一站，啱啱要 lock down 嗰一日，本来有两场戏都未拍晒，就大队就说走啊，一晨早叫我哋走，我哋就即刻 pack 嘢，由深圳即刻坐车就走再去广州，避到最尾，避到海南岛的海口，都是避到最尾嗰站。安全拍晒，准时回香港，我觉得是个奇迹咯。